礼拜念佛，回向感念亲爱的家人。慈济大学吴宇良师模拟手术圆满完成。献花，献感恩卡。吴宇良师张荣松是台北资深的医院志工，亲身见证台北慈济医院的建院，十年来如一日，以慈院为家，人生最后也选择将自己奉献医疗。很舍不得，可是我们是怀抱着祝福爸爸的心情，然后也会努力的延续爸爸的这份爱，然后把爸爸给我们的身体好好的付出在人群，回报爸爸跟很多人对我们的爱。医学教育因为有了吴宇良师，让医师能够熟练新技术，也让刚毕业的学生有适应临床的机会。这次台湾骨科医学会等医师们不止感恩，也很赞叹。那当然学习的过程中对于他们的身体一定有一定程度的伤害，那他们也都不会去在意，甚至还是这么无私的奉献自己，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我非常的感动。化无用为大用的舍身奉献，奠基了医疗的成长，大家将不舍与感恩化为动力，延续吴宇良师的大爱，解除更多人的病苦。大爱新闻谢宇生、邓明仪花莲报道。